林志玲在除夕这天开心宣布当妈的喜讯，而按照时间推算，应该是在2021年4、5月就怀孕了。她与老公结婚已经满两年，在她的47岁生日时，曾分享生日感言，写到感谢母亲，感谢生命，加上最后一句感谢所有美好都来得刚刚好，就让不少粉丝都疯猜她可能有喜。事实上，林志玲嫁到日本后，初期并不常在社群上更新近况，将重心专注在家庭生活上，近期却几乎每天都会分享美照，让大批粉丝加深了对她疑似怀孕的猜测。如今宣布顺产喜讯，让不少粉丝都相当开心。此外，与林志玲为多年好友的小 S 也在脸书写下祝福，表示恭喜志玲有了可爱的宝宝，真替你开心，好好享受这份幸福，愿你们全家永远充满了爱。不过小孩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令人想喝一杯的事，你要加油哦。